一旦封网，香港就唔系自由啦，就系中国一部分啦。系嘅，你如果最后所有啲证据你一拗上去咧，话你已经冇咗自治，乜嘢都听北京啦。嗰、那个时候咧，你香港独立地位冇咗啦嘛。唔系离开好远嘅啫喎。而家就即系睇点拗，睇中国点做边啊？唔系离开好远嘅咋，而家真系唔系离开好远嘅咋。咧，梗系我哋开场咧，梗系讲黎智英啦，黎智英今日审啦，审呢、这个审判嘅期咧最长可以达到80日噶。系。咁我啱啱就喺 P 床度咧，我就将国务院嘅声明，美国国务院嘅声明翻译咗出去。我今日开场先读下美国国务院嘅声明，好唔好啊？大家有冇睇到嘅？好。嗱，美国国务院嘅声明咧，系以佢嘅国务院发言人叫做 Matthew Miller 嘅名义发嘅。呢、这个声明系咁嘅，就美国谴责喺中国共产党实施嘅国家安全法下对民主倡导者与媒体业主黎智英喺香港嘅起诉。嗱，已经被关押在预审拘留中超过1000日，香港同北京当局拒绝佢选择嘅法律代表，即系唔俾律师啊，唔俾个律师。我哋敦促北京和香港当局尊重香港嘅新闻自由、打压新闻自由、限制信息自由与流通嘅行为，以及北京同地方当局对香港选举制度嘅修改，减少咗直接选举嘅参与，排除咗独立和民主党派候选人嘅参选权，已经破坏咗香港嘅民主机构，损害咗香港作为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嘅声誉。我哋呼吁香港当局立即释放黎智英和所有为捍卫佢哋权利而被监禁嘅人，就系咁啦。美国好简单，但系好明确。美国国务院。咁即系英国咧，前几日咪英国嘅外相，而家原来首相就接见咗黎智英嘅仔嘅黎崇恩嘅，而且系表示咧，英国虽然未表态咧，今次英国要表态，而且系急英国要表示高度关注咯。咁即系世界我见到法新社嘅消息啊，世界各国大家高度关注嘅，而且今日开审嗰时咧有。话最少即系广方话有百几市民啦，咁我睇相片啦，几多人喺度等，咁好入咗去咧，咁国际媒体同各个政府啊，就即系大使馆派，即系各个住香港嘅领事馆派人去睇咯，所以呢个案件系得到高度关注嘅。你睇北京个态度点啊？北京梗唔出声啦，北京出声点出都唔系啦。咁北京嗱，北京咧系咁嘅。大家都知道香港政府是他的木偶来的。但是呢他要给香港保持一定的面子。这个面子呢，香港政府也一直在说他们是这个司法独立啦。那你说司法独立呢，北京就说香港是自治啦。那北京就不出声啦。北京不出声呢，那就叫香港政府去。但是北京又不识香港政府到底什么叫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嘛。那么香港政府掟给司法咯。所以我刚才跟欧玛讲起身呢，在中国的政治犯呢，我们长期就去倾惯呢，掟了进去呢，大家有得声援，在中国里头的人有得去倾的。香港就没得倾，香港现在兼有即是中国专制社会和这种所谓即有一定的分权制度的坏处。咁国安法庭的国安法官，你其他法官又不理，即不去受审判，现在三个国安法官审判。这三个国安法官你看着，他们难道放人啊？他肯定不放人，他肯定有这么严，得这么严啊。国安法官全部揀过嘛，揀过你忠于他们先给他做国安法官的嘛。现在这个几个国安法官的名字在我看看。是不是受制裁的49人？应该是，我看看，我将我名字再读一次，找回新闻出来先。因为新闻我大开着新闻多得滞，一条条不见了。国安法官是。国安法官是三名，叫李运腾、杜丽冰、李素兰，他们三个主持的。咁而家咧就即系欧洲，即系有人喺度讲咧，就话咧今日在呢个上庭咧，佢律师会提出保外就医，咁啊保外就医有冇可能性？咁我亦都唔知啦。咁我负责将啲新闻报晒俾大家啦。嗯，呢、这个沟通大问题啊，即系。北京和香港法院之间的沟通不是这么简单，没那么容易沟通的。到时呢，北京又怕香港这些国安法官被人制裁，你现在跟他沟通口沟通完这样那样讲完了，好了，他一个不对，到时赖了他的时候他拿出来的时候就死了。北京处理这些事很有经验的，很谨慎的。
因為他們關鍵不是大洋，關鍵是香港的投資的國際地位。咁少啊！而家呢個審判啊，呢、這個審判，即係我你就對北京嗰啲人嘅心理比較明白過我哋好多。咁你覺得佢而家呢次黎智英喺香港審，對北京嚟講係加分咧，定係減分？一定係減分嘅，唔使講噶啦。即係北京係減幾多嘅問題啫。而家嘅唔係即係點講咧？香港啲國安法官做咩爛渣嘢咧？全世界賴曬北京，冇得講，係北京整出啲國安法嚟啫嘛。你即係唔嗰幾個香港即係嗰幾個法官咧，我唔知爛渣成咩樣，大家有啲咩消息就報出嚟啦。即係如果佢哋係正經人咧，佢哋都會幾擔心全世界咁制裁咁嘅輿論嘅。呢啲名要大家要多講噶，要多講，而且多同你哋啲地方嗰啲你哋所在國家啲政府部門媒體又講佢哋啲名啊，呢啲人啊，咁俾佢哋好多壓力咯。咁但係北京反而俾佢壓力嗰時候。除非他們有些好像 Hunter Biden 有些那些、啊、拜登那種腐敗的情況，否則被北京直接給壓力又不是那麼容易的。為什麼給拜登政府壓力那麼容易呢？你要直接嘛，全部證據是直接嘛。那我們都知道啦，即是拉制拉心肝啊，好啊，中國怎麼說都好啦，你直接是家人那時候你整理就很容易的啦。你如果是即是沒有那麼，所以呢啲國安咧，呢幾個國安法官啊，我再讀一次個名嚇，叫李運騰，運氣個運，飛騰即係騰雲駕霧嗰騰啊，杜麗冰美麗嘅麗，冰雪嘅冰，李素蘭，即係食齋嗰個素啦，蘭係蘭花嘅蘭啦，大家記住呢幾個名啊！如果你哋有識得嗰啲人啊，知道佢哋屋企啊，大陸啊有啲咩情況咧，大家記住心啊，同媒體反應啊！嗱，小夏佢做佢而家北京嗰搞个安法，拉呢班人审呢班人咧，佢就想阻吓作用啊。咁佢亦知道喺国际度嗰个对呢啲咁嘅舆论啦。咁呢个咁嘅考虑啊，佢系唔系会喺唔喺度考虑啊？定系佢当佢觉得衰嗰啲唔会发生嘅？唔系，北京咧就即系用错牌。呢幾年啊，第一個咧疫情嗰時咧，北京就好得意啊，將自己嘅防疫制度、將自己嘅專制啦，輸向全世界啦。咁啊，佢冇諗到佢自己係嗱，你當時睇翻中國大陸啲報道啦，佢好得戚嘅喎，話全世界要學我哋啦，今次。誰知咧，佢又冇諗到人哋諗翻轉頭，我損失咁大啊，針死你嘅喎。呢個香港嗰度咧，嗱，香港就好簡單啦，北京覺得。全國際上的人他們用自己的方法考慮，你們在乎錢而已，香港是個搖錢樹來的嘛，你最後呢香港的公司、啊、什麼全部都要擺平的嘛，你即是大陸這樣，但是就沒有想到呢這世界輿論對商業呢是這麼大影響，北京即是我有時覺得始終這麼多年，因為他們的意識形態不一樣，而且中央上面接到啲私人消息，成日都報仇，即係報喜不報憂啊！所以咧，對呢啲情況理解唔係咁多。佢攞出通緝嚟嘅，咁又多通緝五個啦。我又唔知你點，真係上次通緝完都未搞掂，今仲要好笑啊！仲要好笑你話通緝咁多人，你一人100萬啦，嗬？咁睇下再通緝邊個啦？咁問題佢通緝啲人，佢又拉唔到嘅喎。咁最近咧，佢拉咩人咧？拉嗰啲佢訂通緝嗰啲。嗰啲拉咗幾個就你去訂嗰啲人啲網頁啲人啊，好似啊我呢個可能佢哋睇即係3.99就唔理咧，嗰啲啊成10,000蚊咁俾啊嘛，所以咧即係我話我就比較呢啲嘢比較小心，就我唔想喺入俾香港啲人咧，我都係唔想惹任何事情，大家消息就唔好透俾我，費事中共啲黑客即係黑咗入嚟。但係anyway 咁佢而家拉嗰啲人就話俾好似許志峰啊佢哋訂佢哋嗰啲平台啊。订了拉人家说人资助叛乱的，真的唉，这些上网买东西都被他监控住。你的平台就没问题的，你的平台全部是讲全世界的公开东西的全部。不是，他不是针对平台，针对你个人、啊哦。我不怕针对，我逢钱都不怕针对、啊。这些我昨天送了一篇对大家道歉，我这一排真的忙到抽筋，真的忙到抽筋。所以呢很多我都积埋，可能真的成千封。嗰啲讀者啲信啊，我都未得閒睇，未得閒覆一個個覆，即係有我平時咧，我一個禮拜之內肯定覆嘅。今次可能積咗2個禮拜，我真係你見到我走得多啦。點解我會最近咁忙呀？因為近住聖誕節啊，咁嗱，政府好多嘢咧，佢就聖誕節之前咧，嗱，食又係聖誕日年尾啦。政府有幾條嘅，政府咧年尾用曬啲錢，咁啊
所以到年尾嗰时，即系每个地方政府嘅财政年度，好多系到年底嘅财。咁啊，跟住有两个礼拜啲圣诞假放咗咧，佢将之前将啲嘢积埋晒上两个礼拜啦，好多嘢呢样报告嗰样咩事情，就要签下名，净系签个名你要打电话搵10个人，即系或者系 email。咁好多政府规定咁啊，比如系你嗌人哋啦，你我哋呢度又唔即系话你一个 email 你发咗一串 email 一齐叫做个个去咧。佢就叫你开会，你开会要上报，咁你只要一个一个人发，一个一个打电话，冇得打群电话嘅，3个人以上属于开会，所以又搞到我头都大埋。系 啊，好简单嘅事情，唉、哎，政府入嚟咧，即系，所以我前两个礼拜真系就好忙，咁啊，剩低即系有时即系复观众来信咧，我都系俾我精神最好嘅地方去复嘅时候去复，唔系复错得点系啊，咁所以我就未复咧，真系大家好对唔住啊。下个礼拜国会放假系嘛？而家国会今个礼拜放假噶啦，我今个礼拜已经放啦。但系问题可能要召翻国会翻嚟咧，就要点咧？就即系乌克兰啊、以色列啊、拨款。嗰啲案啊、拨款啊，唔共和党啲人 hold 住啊。你如果唔去解决呢个边境嘅问题咧，我哋冇就得倾。冇得倾，冇得倾。咁结果咧就今日星期一啊，就星期五应该系嗰个即系国土安全部长Miyako，即系原来话我共和党话要弹劾佢嗰个咧，差18票唔够咧。咁佢就走佢俾个提案喎，佢话嗱乌克兰咧600个亿，以色列140个亿，你拨咗款之后咧，我哋再做一个拨款咧，就保证每年非法移民限制喺100万之内。喂，100万喎、哦，佢控即制晒嘅根本有乜理由？呢啲边度有数讲嘅？个合法移民合法就合法，唔合法就唔合法啊嘛？点可以边度有咁都有数讲嘅？系啊，咁都有100万非法移民啦。咁你喺边境闸住唔俾入咪得噶啦？而且系真系，啊。即系呢班人咧，即系民主党呢班人攞即系视法律啊，好似玩咁样样，任佢讲。以前咧，Trump 嗰个政策就好简单嘅，Trump 叫 Stay in Mexico。点解咧？你从墨西，你到得墨西哥咧，你就冇咗政治避难嗰个条件噶啦。因为政治避难，你系本国遭受到政府嗱，委内瑞拉好多人嚟避难啦。咁你入得墨西哥，你咪墨西哥避难咯。点会再越一个边境啊？再越边境就变咗经济难移民啊嘛。咁中国咧，你越咗几多个国家先过嚟美国，你要避难。咁你越过嗰啲国家咧，嗰啲国家唔系专制国家嚟噶嘛。所以就即系呢啲，中国已经目前话嚟咗40万人啦，而且仲大有好多人多数过系嚟啊！壮年啊，佢哋咪冒啲险咧，唔系好大险啫嘛。唔系大多数壮年男子啊，美国好警惕啊，话呢啲嚟到即系入咗支军队你都未知噶。佢话而家75%啲非法移民壮年男子，而系啊。且运咗好多中东啊，全世界都有啊，全世界即系非洲大量啲人过嚟，啲伊斯兰国家啲人大量过嚟。嚟咗之后入咗支军队，再美国啲枪又唔买嘅啫。佢成咗支军队，你点系啊？即系都唔使入侵你边境，入咗嚟啦。所以几得人紧，几得人惊。阿小霞，美国咧议会咧，同埋国务院都几算系好帮我哋香港人啦，系嘛？但系咧，佢最近出到嚟咧，就系话香港本身咧就系一个敌对嚟嘅，即系同美国系敌对，因为做啲嘢犯法啊嘛，又运啲嘢去伊朗啊，又运去北朝鲜啊、俄罗斯啊、大陆啊，即系做嗰啲系犯法嘢。咁变咗咧，佢个立场咧对香港人有同情，但系对香港咧就系喺法律上啊，同埋喺政治上就有敌对。咁我意思咧，就长期嚟讲咧，当然你长期嚟讲，正正下咧，敌对啲嘢做得多咧，佢唔可能长期同情香港嘅啫。所以你觉得应该点咧？嗱，呢个问题两个问题嚟嘅，即系就我觉得佢哋啲法律专家唔会认错。第一个咧，即系中卖佢卖去香港，即系香港都唔准卖噶嘛，法律上唔准。但系有香港人做咗呢啲嘢，香港啲商界做咗呢啲嘢。咁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香港政府提供咗，即系有几多系正式法律手段咧？呢、这个咧就唔构成美国同香港本身敌对嘅理由。咁但系咧，即系香港嘅自治程度，而家美国同嗱中国同美国系一个敌对国，系敌对国家，唔系敌对交战国，系个即系 adversary，即系点讲咧？就咁，即系大家即系互相警惕嘅国家，唔系朋友，系互相要警惕嘅国家。咁而家香港咧，你嘅自治程度咧，系决定咗香港同美国之间关系嘅。
你如果最后所有的证据你一拗上去的话，你已经没了自治，什么都听北京了，那个时候呢你香港独立地位没了嘛。不是离开很远的了。而家就即系睇点拗，睇中国点做边啊？唔系离开好远噶咋？而家真系唔系离开好远噶咋？但系咧，嗱，有一条，我觉得边一条咧会系致命性嘅，对于香港呢个地位，封网啊，互联网有冇得自由流动？一旦封网，香港就唔系自由啦，就系中国一部分啦。而家香港封咗网咧，香港嗰个所谓经济嘅、经济嘅价值啊。是啊，对中国就冇咗噶啦，冇咗噶啦，乜都冇，所以就即系中国始终唔敢喺香港封网，唔系唔想啊吓，未敢住咧，系同呢啲有关嘅。一旦封网，香港连拗都冇得拗嘅，连拗都冇讲都冇得讲，自己唔系中国嘅，唔系中国一个城市啊。所以而家睇住就，而且今次咧，今次选举嗱。我睇嗰啲佢哋做，即係佢話選舉，今次佢叫2023選舉改革法之後嘅選舉，佢改革，佢唔得得不留啲咁多空間俾人去投票，即係有啲民選，但係咧佢問題係佢將佢所有啲候選人啲民主派同埋即係挑戰嗰啲人咧啲候選權選，但係佢留啲咁多空間。咁咧留啲咁多空間，呢度啲咁多空間咧就即係而家睇落去香港啲人拒絕。即抵制啦嚇，但係呢個空間唔能夠唔留嘅，一啲都唔留嗰時咧，亦係同樣對佢對佢國際地位啊，係一個致命打擊嘅。咁好似我哋呢個香港議會，梗係要盡量爭取啲人投票啦。啊，越有人投票，咁我哋可以同美國政府講咧，就呢、這個呢班係即係愛好自由嘅，唔係親共嘅，嗰度都可以有一定嘅影響力嘅。嗱，而家咁樣可以，你拗得好清楚嘅，即係有啲法律上嘅地位，有啲有時即係我嗰日就話講咗，即係佢哋講影子政府嗰啲唔啱，嗰啲影子議會唔啱嘅。嗱，議會啊，歷史上嚟講咧，議會咧係民間組織嚟嘅，係民間組織變成政府咧，又傳統又點啊？啲議會即係所謂地方自治啊，我哋講到中世紀所有啲嘅 city council， 佢你睇成個歐洲都係啦。咁我哋 Virginia 都係啦，自己人民組織喺 council 起身喺地方組織噶嘛，所以議會係從民間機構起身嘅，唔係政府壟斷嘅。喺得到多數人民承認之後咧，佢先成為具有一定嘅立法功能。呢個係立法，唔係行政啊嚇。行政功能係後來咧，即係嗱，如果講英國嘅議會，英國嘅議會又係原來大家點講咧？就有意見啊，人民出聲啊，結果咧，國王就關閉議會，呢個1642年嘅事情啦。到後來議會咧就造反，咪當時英國內戰咧1640到1649年啊嘛。咁英國內戰之後，將國王拉咗斬咗頭啊！國王查你一世俾人斬頭嘛。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咧，跟住有呢、這個即係有十年一直到1660年啦。大家睇翻英國史就知啊，即係克倫威爾專政就變咗議會就變咗專政。議會喺個時候收翻咗好多行政功能，所以英國有今日議會具有行政功能嗰個傳統咧，係咁樣一路過嚟噶嘛。到後屘1688年光明革命嗰時，仍啲國王唔識英文嘅，咁啊議會就掌曬大權。所以你睇議會啲咁樣發展咧。佢係民間機構一路擴展出嚟嘅。咁美國議會就更加係啦。原來我哋第一個議會，我哋嘅 Virginia 就1619年民間機構起身嘅啫嘛。所以而家咧就議會唔係官辦機構，佢起源啊，大家要記住啊，係人民選出嚟，議會主權在民。所以咧，而家你話即係Elma 而家做緊呢個香港議會啦，佢就係即係將權力俾翻人民啊嘛。是吗？你现在香港议会明显就变成御用议会了。御用议会就是假议会咯，好像中国人大那样，香港的议会就已经人大化了。其实中国人大呢在江泽民、胡锦涛的时候就死地想自己变成一个真正议会，有人投反对票，有人吃，但是共产党控制太犀利。
咁所以咧，好多嘢呢啲啊，我啦点解好支持阿 Elma 去做呢个议会呢个事情咧？就因为咧，佢系真正嘅，即系呢个系议会传统嚟噶。咁我系甚至觉得，即系香港啊，从呢个开埠以嚟啊，仲开即系香港到20世纪初啲立法局啲香港人议员啊，佢一直咧有啲有从佢系从御用啊往民间嗰方面转，因为民主制度喺度扩大啊嘛。所以咧，香港人嘅头脑中啊，习惯咗御用议会啊，咁啊，所以嗰次就系有一个好有名嘅嗰、那个，我唔讲名啦吓，就 KOL 喺度同我讲，喂，有咩理由先成立议会再成立政府？梗系先有政府再有议会啦。呢、这个就反映咗香港呢个特别嘅，你嗰个仲同人拍台嗌交为咗呢个。咁 但系呢个咧就其实就系即系。冇世界史知識啊，只有香港呢種長期係做御用議會咁落嚟咧，嗰種專制觀念。所以大家而家要改下呢啲專制觀，諗翻轉頭啊！我真係得閒啊，我真係最近五馬分屍忙成咁咧，我如果得閒嗰時候要講翻啲議會歷史啦。系，即系嗱，我嗰日咪讲到，如果你做咗政府，先有议会，咁佢唔肯走点办啊？做咗官，佢算咗佢都唔肯走点办啊？佢唔俾你管点办，立咗法佢唔理你点办。哦。嗱，你即系中国1988年试过有一次就即系李鹏咧，嗰时咪死去逐沙做三日大坝嘅，系。哇，成扎啲人大代表反对，理都唔理你啊！佢哋反对还开埋讨论会出埋书，嗰时戴荃整嘅长江1988年出噶嘛，就话即系三合就好危险嘅，结果后屘趁得八九就拉佢坐一年监啫。嗰阵时原本嘅嗰阵时一共产党一建国嗰阵时，咪有个三门合嘅，三门合喺嗰边，又系一塌糊涂。嗰阵时又系嘥咗好多钱搞三门合，3个省啊。喺嗰個中匯點嗰度搞咗個嘢咧，又話要發電，又話有呢樣嗰樣，嗰啲益處出資啊，闖咗個大禍啊！後嚟咧後患無窮啊！係啊，好多嘢後患無窮。而家三合呢啲嘢就幾多後患，我哋未知啊！而家上邊大家都即係常識嘅知嘅，一個壩一集咧，上邊就積沙啦嘛，大量嘅泥沙落嚟，點樣清泥沙？點樣嗰啲好大問題啦。總之我唔係專家，我到時。唉，以前採訪過專家噶，咁啊，大家可以傾呢啲事情啦。但系咧，